一掀开，天哪！看看这个身材，六块腹肌外加二头肌，锻炼出的完美身形，让人好羡慕。而现在有业者称，只要贴上这儿，也能有完美曲线。按下钮，腹部开始震动，靠电流传导的腹肌制造机，号称一次最少23分钟，持续使用至少一个月，通过电流刺激，直接将信号传达到肌肉，骗过大脑，促使肌肉进行被动的运动，从而达到健身的效果。李小龙、罗纳度也都曾使用。电流通过肌肉的时候，就会造成神经的抽动，那连带的会带动肌肉的震动。皮肤比较湿的话，那么会引发比较大的一个电流，所以变得比较稍微注意。根据学科跟我们现在实际上的实战经验的话，你还是要一定有足够的负荷量，然后去锻炼我们肌肉这样。此外，享受肚子，美国研究指出，每天喝280毫升的番茄汁，特别是连喝2个月，就可以减少50%的腹部脂肪。但想要成功，要有附带条件。番茄汁，如果你是在饭前喝的话，它刚好会增加你的饱足感，而且番茄里面含丰富的纤维，那丰富的纤维它对腹部脂肪的一个降低是有帮助的。不管是靠电流瘦身，还是靠食疗，想要有最完美的身材，还是要注意热量摄取跟持续运动，否则一不小心又复胖，只会前功尽弃。记者卢宏平台北采访报道。